现在把时间交给总召。 你要办证书，我先来认这一本，这样我开始要开。哎，来，这本笔记本是谁的？谁的笔记本？有卖吗？谁的笔记本？这笔记本那里没擦，这里没擦，这个要归还的。谁的笔记本？ 飞飞的，我。英雄，英雄，英雄。喂，要帮你分类吗？ 分小队哦，学长都他们都先当在哪里？有，加不加要吃？嗯，六六，队服先分开。队服的这个颜色的分开。七七，哇，三本七有三本。分发这个，他都少。我用组死化都有，你们也真猛。对。你直接叫他开炮。 我帮你锁定了。来，这张工作证是谁的？来，摔在你。来，在旁边站着，阿张。 三四，先做个等下出。三本，两本。不会就稳死的吗？先那个小队发一发。来，第10小队队伍出来。第1小队、第9小队队伍都出来。火气，你等他们。 还有第7啊，还有第7，没放，第7不急，第7就算了，没关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第10的，你在垂直第10对。第10小队。第1第10。再来。再来。我拿两本，再换这两本。还有一本没给我写名字哦。我这没，我觉得没有那么无耻，这边写7哦。这绝对是我捡到的，这本是我捡到的哦。交完没小队，那你要不要？拿着本子来换这3本。这样。不然我直接惩罚学员。来。 这是谁的？哦。
这是谁的？这是谁的？这是谁的？为什么对我们抢？抢抢青菜啊！没有，这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重复，重复不要，重复不要，分析。来，这一本是谁的？来，第七小队郭帅的。第二小队柳冠廷，第六小队陈可可，第五小队安心小弟。他骗我。来，旁边站着。我的面子呢？我的面子。哎、欸，野兽，野兽，你的信物。来，不要说我刻着你们队伍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人猜拳，输的分十万。你们猜出一个出来，你们六个人猜拳，猜出一个出来，跟十万玩游戏啊。数只啊，数只啊，最多三只。最多几只？三只六个吗？数只数，快点，数只最多是三只。哎什么？再一次啊？数只最多三只开始。黄阿俊呢？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。哎，来，数到留下，其他回去。来，麻烦数到站在前面两头好吗？来，我们即将进行的是非常残酷又残忍、可怕又恐怖的安全符文。哇！这个甩子的后面就是七张面纸。哦，这是 UV。规定十秒钟，由大家来数这十秒。哦，不要说我不公平，大家来数十秒钟。那我等一下往下丢。看来怎么甩都会赢吗？就是中间隔几张面纸，啊，那就，那就，四，真，哪一张奖不算？我三呢？我算三呢？我三呢？我三呢？我三呢？那这个四算不算？不算，碰到奖了。好，那就一次啊！一、二、三。三不算，不算碰到包包了。还有碰到脚，还有碰到脚，他这算不算？三算不算？不算。来，我们甩最后一次，你要打十吧。来，一二三。啊一。来，我相信这绝对是公平、公正又公开的。这么薄。这是伙伴，我这只可以再吃，这是两吗？这甩一次切几块？你们说这甩一次，然后切几块？哈哈哈！这一张的吧？哎，太夸张了！我问大家，我问他，这一张还两张？两张！哈哈哈！还嘟嘴了，来站在站中间，站可以叠吗？来，大家数十秒钟，好不好？不用，精彩，精彩就是要这样。十秒钟，已经掉了吧？哇，开始。
七。走啊！还有一秒，还有就是，还有五秒，还有一张。不用等了。麻烦这一秒请用360度，有人说那边都看不到，不是，那个习惯了吧？真的，你要很好牵着手。太白烂的，知道吧？难难打击。好用力！啊，不要说我的名字，现在你都牺牲了。给你，给你吧。给我用。下午还有一个闯关的活动。好，那队服请自取，不要递给人，好不好？请自取，请自取。啊，用脑袋，不要在那边突然间冲过去，啪，暴力抢那种，拔掉，然后就不见。啊，我说到一说到，像安西不小心被人家拿走了他们家的信物，他整个头浸在游泳池里面死掉。然后就完蛋了。好，希望大家在下午的闯关活动可以继续的尽力。然后队服请不要对学员下手，队服请不要对学员下手。好，好来，队服出来领便当。英雄，你会叫学员也不要对队服下手吗？不然有些学员会硬抢啊。你是说吗？